怎么样？吃完药睡了一觉，好点没？饿了吗？我们去吃早饭吧。安南，我们都别再勉强了。我不要。你努力了三年，我也配合了三年，但是我们要看清现实。放手吧。等我准备好放手了，我会告诉你，但不是现在。你先去收拾一下，我在楼下等你啊。Sir, a lady who cam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sked the front desk to hand this over to you. Thanks. Last night's incident was just a mistake. We don't have any chance anymore. 我卖出了第一个艺术品，完成了第一个设计案。既然说好了要往前走，就各自珍重，不要再见了，不要找我，也不要联系我，依恋。陈嘉欣，你开门啊！陈嘉欣，陈嘉欣，你快开门啊！陈嘉欣，陈嘉欣，陈嘉欣。嘉欣，好了，你都批了一个上午了，快过来吃东西。陈嘉欣，陈嘉欣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还有，我是依恋，这里没有陈嘉欣。嘉欣，对不起。你不用道歉，王希逸，不要再纠结于过去了。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可是我过不去。我再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我要的就是你。只有你能给我温暖，给我快乐，给我我想要的家。嘉欣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，嘉欣，放开我！都是我不好，是我的错。小心点，我们可以再生一个。你还有什么资格提小心点？嘉欣，你到现在还没搞懂自己的问题吧？你真的了解依恋失去小西米的痛苦吗？你以为他讨厌你，其实他更讨厌的是失去小西米的自己。他无法真正开心起来，每年到那一天，他都惩罚自己，把自己关到小黑屋里，说是要感受小西米在黑暗中的样子。
你凭什么大言不惭地说要把小西妹给生回来？你不要再去追依恋了，因为你从来没有追过她。三年前，你只不过是因为一个失误才接受了她，三年后你什么都不做就要她接受你，凭什么？ 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保护嘉欣，不需要你管。